监控曝光，疑似辽宁两名越狱，半现身小卖部距监狱约20公里。10月4日，辽宁凌源第三监狱两名罪犯王磊、张桂林越狱，监控画面显示，当天上午11时许，两名疑似逃犯出现在距离监狱约20公里外的宋庄子镇，一人进入一家小卖部购买火腿肠、香烟、面包、